果酱，快躲好！毛豆和樱桃就在前面，我们给他们来个暗度陈仓。哈哈，他们肯定想不到我们躲着。樱桃，快跟上，不要让他们有机可乘。你看着前面，我看着后面。完了，被发现了。毛豆，你要是敢打我，你就……嘿嘿，我回家跪榴莲。樱桃受，哎，还是先杀毛豆吧。毛豆受十，樱桃你也跑不了，还敢杀我队友，这就是你们的下场。这么狗，给我等着。是樱桃和毛豆，我悄悄跟上他们，然后给他们来个偷袭。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。嘿嘿，慢慢往那靠近，他们肯定不会想到我就在他们后面。哈哈，没有想到吧，我们早就发现你了。意不意外？好一个欲擒故纵，你是真的狗，我要称你为美食村第一狗。是毛豆和樱桃刚刚敢埋伏我，吃这不报我就到底吃毛豆。樱桃小心点后面，不要被他们偷了屁股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保你后面是安全的。毛豆我来了，受袭吧。还有你樱桃，回家泡温泉去吧。哎，樱桃不是叫你看着后面吗，怎么奶团一下子就窜出来了？他太狗了，没看见他。哎，真是猪样的队友啊。毛豆你说啥，你是不是想挨揍？我们还是先去找他们吧。嘿嘿，奶糖，我们躲在这等他们过来，我们给他们来个出其不意。好主意，我去前面看看去。毛豆樱桃来了，嘿嘿，你们完了。毛豆看这，给你个大饼子。奶糖，你又狗在这偷袭啊？人在哪呢？人在这呢，是我的平底锅。哇，奶糖你是真的狗，美食村第一狗的称号我看是你的了。